Chama aí, Guilherme.系啊，多谢主席。主席，即系个牙肉嗰啲发炎咧，就可能讲嘢，即系我已经唔系太清楚啦。但可能讲嘢咧就更加有困难啊。咁啊，可能早两日食咗啲煲仔饭咧，就即系饭气攻心啊。啊，嗱，主席就我琴日咧系曾经提到有关呢一个嘅特首办公室呢个特别委任即系方面嘅问题。當時我個結論咧，就係話呢個對公務員即係個士氣有所影響啊，因為咧就基於特首辦呢一類嘅特別委任咧，就冇乜機制，亦都冇乜準則，人工又高，又唔知做乜，又冇乜交代啊，即係好似係明顯係用人為親，同埋一個嘅政治上嘅利益輸送咁滯，咁就。我有啲嘅資料咧，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啊，其實即係呢度議事堂裏面咧，或者出面有啲嘅政府嘅官員做緊呢個遊說嘅咧，都係曾經做過呢一類嘅職位嘅。啊，咁就呢一類嘅。陳議員，請你再講講，現在係就邊一項嘅修正案發言？修訂案第十一，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1,158,000，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就特別委任而支付的酬金全年嘅預算開支。啊，咁就有關呢方面嘅人選咧，正如頭先我提到咧，有部分就係、是、即係今日都坐喺議事堂啦，係嘛？佢哋嗰啲嘅特別助理嗰啲嘅有關嘅聘用咧，個年薪之高咧，係令人呢一個嘅感到即係物非所值啊，或者所聘用嘅人咧，係咪值得咁樣嘅人工咧？係令人感到呢一個嘅質疑嘅啊。咁就嗱，有關呢方面嘅職位咧，係有好多方面嘅啊。譬如我用呢一個嘅高級特別呢、這個高級特別呢個嘅委員會嘅職責，就翻呢、這個其中一個特別助理嘅職位咧。就包括約滿酬金咧，這個預算開支咧係高達成呢個嘅299,000嘅啊。咁就另外有啲嘅修訂咧，主席，其實我可以一併處理埋嘅，就唔使一陣間再重複翻家下所講嘅嘢。即係譬如我哋睇翻呢個嘅修訂案第二十四修訂案第呢個嘅25啊。修訂案24咧，就涉及到削減呢個嘅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全年薪酬啊，呢、這個就係2,299,000啦。另外呢個嘅修正案25咧，那個涉及到個削減係呢個嘅2,610,000啦。呢、這個涉及呢個新聞統籌專員全年嘅薪金，咁我會將呢幾個同埋呢個第十一咧係一拼呢個嘅討論啊，咁啊其實呢個係互為有關咧，同埋個邏輯同埋嘅理據咧都係呢個嘅相似嘅。咁譬如睇翻呢個嘅高級特別助理咧。嗱，呢方面佢個工作咧就係、是、就有關內地嘅事宜向行政長官提供呢個意見啊，以中央人民政府呢個聯絡啦啊，協助安排行政長官前往內地訪問啦，以及進行研究，為行政長官嘅聯繫與內地關係密切嘅商界同埋地區組織啦等等咁啊。嗱，單單睇呢一個嘅職位咧。即係佢嗰個工作量咧，即係
某個程度上，即係我覺得，即係中聯辦其實已經做曬，比佢更加豐富，比佢更加多。我相信我哋嘅特首同中聯辦嘅聯絡，即係都無需依靠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啊，即係高級嘅特別助理係嘛？即係要嘥成差唔多成300万一年咧。咁可能呢個助理嘅存在咧，令到行政長官經常要翻內地係嘛？即係你見佢翻內地同各省市有關人員嘅聯絡咧，真係之多咧，係令人感到即係覺得佢完全係忘記為香港服務啊！即係因為香港有唔少人士已經強烈批評咧，香港已經越嚟越呢個嘅即係中國化，已經唔係變成已經唔係一個國際城市啦，係嘛？即係要加強同咁多內地嘅聯繫，已經同其他國際主要城市即係脫節脫軌咧。呢、这個並非係一個嘅應有同埋係理想嘅現象。咁但你睇翻呢個助理嘅人工咧，如果你同呢個日本首相比較咧，日本首相嘅年薪咧，即係都係呢個嘅啊，即係$160,000係嘛？即係你而家呢個咁嘅即係高級助理，淨係安排一下啲咁嘅即係訪問啊，一啲咁嘅接觸啊咁。咁啊，根本完全睇唔到有任何嘅需要，同埋大家都知道，即係呢位嘅助理，如果我理解冇錯，仍然都係陳建平啦，係咪？我唔知有冇轉過啦，啊，咁但係如果冇轉嘅話咧，即係大家都理解呢一位先生咧，即係據資料顯示咧係共產黨黨員嚟嘅，啊，亦都曾經喺呢個嘅文匯報咧任過呢一個嘅即係工作。咁佢同呢個嘅即係個政治背景嘅特殊性咧，即係覺得呢個係咪代表共產黨啊？代表呢一個嘅黨中央啊？即係好似以前呢個香港總督港督一樣咧，咦？有啲嘅政治助理咧，就呢一個嘅英國政府即係擺喺度嘅，係嘛？咁但係以前。即係我哋嗰陣時，譬如彭篤年代大細歸嗰類咧，就大家都經常見佢出嚟，即係同港督一齊嘅。咁但係現時呢位嘅隱形嘅特別助理咧，一位咁有政治色彩嘅政治助理咧，即係可以話係唔好話半隱形啊，即係好似係喺呢個黑洞裡面工作，冇乜人睇到佢。咁而個工作方面更加係難以有所交代啊，同埋呢個嘅解釋，即係究竟嗰個嘅表現啊、能力啊，係咪合乎衡工量值啊？即係呢方面係即係令人缺乏信心啦。咁好即係可能我哋要要求咧，呢、這、一個審計署咧就要就翻即係特首辦啊呢一類嘅特別助理係咪合乎衡工量值、物有所值？呢、这個基本原則咧，係要進行深入、全面、實在嘅呢個嘅審查，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咧，納税人嘅錢咧，即係就白白咁樣浪費。亦都有啲人咧，曾經即係熟呢個陳建平嘅人咧，就曾經有咁樣即係形容佢嘅曾經有位即係姜惠平啊。曾經咧就形容呢個嘅陳建平咧，我就引述啊，佢話我嘅理解係咧，陳建平嘅任命應該佢喺記者職位上多年呢個積累嘅人物關係所致，即係不論係董建華還是係曾蔭權咧，都不能按照內地人嘅價值觀同埋方法去呢個北京協調，而陳建平具備呢方面嘅能力。又會保護呢方面嘅資源，而且得心應手，所以擔任行政長官特別助理嘅陳建平咧，不僅是給特首草擬發言稿，而喺政治上出呢個嘅主意，行動上這個嘅牽線搭橋。至於被呢個嘅媒體摘為講稿嘅字裏行間可以發現呢個相當濃厚嘅內地風格，咁呢一個咧，主席即係如果佢個影響力真係咁大嘅，咁我哋根本就唔使喺
這個政府裏面又要整一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部內地事務局去負責咁多工作啦，即係呢一位嘅人士其實可以已經取代好多嘅事呢，就已經呢個嘅即係得以呢個解決同埋提供到有關嘅支援俾各個政府嘅即係局同埋部門。咁但係即係呢位人士所形容嘅嘢呢，可能係基於某一啲嘅演繹同埋可能係特首辦即係裡面嘅運作，但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即係整體即係嗰個嘅運作模式呢，同埋具體嘅工作呢，可以話係即係喺黑箱裡面嘅。咁而正如姜惠平呢一啲嘅形容呢，我諗香港人或者立法會要問就係話，嗱，第一你聘用嘅時候冇明確講明即係呢方面嘅需要，咁就如果呢個並非係特首辦應有嘅工作，而基於一啲人士嘅個人嘅喜好就即係可以自把自為，即係破壞咗香港嘅傳統嘅即係官僚文化我唔知即係過去嗰17年嗰個發展係咪基於呢一類型人嗰個存在，同埋呢一類特殊職位嘅聘用，係將香港整個管治共產黨化、港共化呢、這個嘅將香港核心價值即係逐步呢一個嘅即係毀滅係嘛？咁所以呢一類嘅人士喺一個嘅咁重要嘅政府高層領導嘅層次裏面，而係有咁濃烈同埋咁特殊嘅背景同埋身份，又冇經過一個正式聘用嘅程序，又冇經過正式嘅交代，但係可以產生咁大嘅影響力嘅可能近年整個香港政府運作上嘅內地化譬如呢個嘅警察變公安係嘛，即係呢個廉政公署都專員都可以即係用公帑買紅酒買呢個牛雜即係去招呼啲內地嘅官員，即係將整個香港嘅官僚架構內地化、貪污化、腐化係咪，即係呢一個嘅私有化，你講好多呢方面嘅嘢呢陳議員，我認為你現在係用緊一啲無關嘅論據呢嚟到證明你已經重複咗好多嘅觀點。OK， 好，主席。這個我結論的了，最後一個就是他將這個內地的官場文化帶進這個特首辦呢，是這個的荼毒香港政治文化一個重要的人物，是不是因此呢不能夠讓他繼續這個居於這個重圍指點特區的施政，破壞香港的本土文化和核心價值，所以呢即是在我的修正案裡面的第24呢，就要將佢呢一個嘅職位呢一個嘅刪除。喺修正案即係25裏面咧，主席頭先你即係指出我問題嘅時候，我已經到結尾嘅啦。其實關於24嗰部分修訂24咁我進入修訂25咧，就係、是、削減總目21中分目000中，大約相當於新聞統籌專員預算薪酬開支261萬。主席，我要申報我認識呢位人士嘅即係由我即係喺呢個民主黨嘅期間咧，我同呢個人咧係絕對即係唔咬牙，即係絕對冇偈傾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人咧根本係不學無術係嘛，根本係一個嘅負資產嚟嘅，喺任何組織都係咁，所以去到呢一個嘅特首辦咧，都成為呢個特首辦嘅負資產。如果講翻呢個職位咧，主席。先客觀啲即係資料提供翻咧，講翻呢一個嘅職位嘅主要嘅工作。就翻呢個新聞統籌專員咧，即係當然絕對唔係好似呢位人士所講話，將呢個嘅特首辦嘅新聞統籌專員好似成為呢個白宮嘅發言人咁啦，係嘛？就呢個嘅新聞統籌專員咧，係就重大政策計劃出台嘅事宜咧，制定新聞資訊同埋公共關係嘅策略，並且咧協調呢個時間表，與政府新聞處處長同埋各局新聞人員咧係緊密聯繫，確保重大政策嘅新聞資訊同埋公關嘅策略咧係有效嘅執行，監察公眾
和傳媒的反應，以及協助策劃和執行涉及傳媒採訪的行政長官的公職的活動。主席，我稍後會再詳細講講呢有關我對這個職位刪除，這個修訂案25的背後的原則和理據。